如果他要是会浪漫了，不一定只在你这里浪漫呢，他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会体现他的浪漫，不一定是好事。所以你看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嘛。你比如说不浪漫啊，他有可能是踏实的人，那就不要他的浪漫了，要他的踏实就可以了。你非要求那个没有的东西，他做不来的，而且你也会痛苦。